买走了嘛？有啊。可不可以？我走了点。走了嘛？你上班啊？好。我。行了嘛？不开了嘛？买。快点，我迟到，我师傅。走了嘛？我好想亲你一口。快点，我师傅。可不可以我亲你一口？不可以。上次之后，然后师傅问我第一句话，他就说：“我看见你好乖啊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”然后我说有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没有，我还表现一下什么什么的。”然后后面他就问：“给我100块，让叫我陪他出去玩，叫我不要去上班。”他说他下面有身体反应了，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感觉他测试就明显下降了。买车了吗？对啊。然后他一停车，我就马上下车，然后一下车他就。一把就把我逮回了车里面嘛，然后就摸我，然后摸我的胸，然后亲我这些，然后还有关门，我当时觉得好怕。在坐车的途中，他不断用淫秽的语言的他的生理那些嘛，然后后面就是被他拉回车以后，感觉他要试图强奸我了。因为当时被拉回车的时候，然后他先说，再给我150，然后叫我给他，然后我就怕嘛，然后我赶紧挣脱开，然后我挣脱开的时候，他就一把又逮着我说，麻烦我把车费给他，然后我就害怕嘛，我赶紧把车费丢给他，我就出来了。快点，师傅。可不可以我亲你一口？不可以。